是吐槽。我突然不想拍了，我们去野外烧烤吧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野外烧烤了。那我呢，也是一个非常讲卫生的人，我后面呢就是垃圾桶，就是可以随时扔垃圾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助燃。啊，这是这个一次性的烧烤盆。我感觉你在仙境烧烤。成仙了吧？是。阿里巴巴羊肉串，羊肉串，一串一块钱，不买不要钱。就吃啊！这是手套还是什么？没手套啊！里面都是粉红色的，你为什么会问这种傻问题？泡茶呢，先生。我以为是手套，你知道吗？泡茶呢？怎么会是茶包？泡茶呢？还没泡呢，爱了爱了。看一次都很想看，每看一次都很想看。妈，这个也太大了。Thank you.